爱在南方，你现在收看的是南方卫视。为适应防控疫情工作需要，广东广播电视台将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之后，在广东卫视、广东南方卫视和广东新闻频道并机推出防控疫情特别报道，权威播报疫情信息，适宜解惑，传递科学防护知识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敬请关注。爱功夫，中意食个番茄味，中意呢个地方，爱在南方。Welcome to 广东经济中心，呢度有装得落大海嘅胸襟。中意传统，又要潮。嘿，爱创。这里是南方卫视，我是阿洛。斩了！人要活出人情味，要找到真正喜欢的东西。Enjoy life, enjoy love。越是喜欢，越有新意。爱就要用心，用心，用嘴，压口与用尽，值得我拼尽全力。粤港澳大湾区，用不下的脚步，爱越嚟越近。爱在南方。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必须要去完成。全城戒严，抓捕廖春风。你想把春风咋办？春风要是死了，我也就死了。你是不是拿到了闪击延安的作战方案？我配得上你了吧？我配得上你，廖春风，能当你媳妇了吗？民国奇情大剧《桃花依旧》，邵春风，南方卫视老友剧场。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《浏阳河》，全唱大江南北。在湖南浏阳大围山这片美丽的土地上面，天然孕育出一种极其珍贵的山茶油果。今年虽喜获丰收，但苦无销路，滞留大山。